好，四十五。好，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业务咨询下午的时间开始，由张玉任议员开始进行还有谢志忠议员、蔡雅玲议员联合咨询，时间四十五分钟。好，你们三个的时间十五分钟。好，十五分钟，谢谢。谢谢主席。我想请教我们的副市长，你觉得台中市所提供的营养午餐营养吗？请副市长回答。简单的好啊。主席，谢谢蔡议员的指教。我想营养午餐的这一部分，目前确实市长这边也非常的重视，希望能够精益求精，让它更好。那你觉得营不营养？我想这部分应该要在前面的可以再往前啦，所以为什么这次希望能够让学生用到我们的有机蔬菜？部长，你请坐。我只是问说，觉得营不营养？我看你答的也是没有什么信心啦，那其实学童的营养午餐到底营不营养，要由什么来判定？一般的认知，哇，局长你定头定真大，你觉得学童的营养午餐要怎么样来算营养，是由谁来判定，谁来把关？局长，对啊，你回答，我看你点头如捣蒜，你就回答一下。不好意思，这不是新闻局业务，不过据我了解，各个学校都有营养师，应该是由营养师来判断。好，请坐。谢谢议员。对，各个学校都有营养师。局长，你这次说对了，所以你不用怕，大声说出来。各个学校都有营养师，这个是在规定上，照理来讲，依据营养师法的第十条，营养师职业以一处为限，等等之类。那依据他的第十二条第三项，营养师在所谓一些机构每天供餐200人次以上，或者学校供餐500人以上，都应该要有营养师。也就是说，40班以下的学校也应该要有设营养师，这个是营养师法的规定。那学校卫生法的规定是规定在第23之一条，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学班级数40班以上的也应该设置营养师一人。好，那其实台中市也针对了这个法条行文给教育部去请教，他说23之一条请他又做更详细的解释。那教育部的回文回说，应以学校供应膳食者为前提，就是说你好好脑中央厨房或者供膳食者的话，也应该设置营养师。局长，台中市的营养师有几人？请局长回答。学校的营养师有几人？主席，谢谢蔡议员，我们目前是有50位啦，50位。那台中市像我讲的这个照规定，对，学校应该设置营养师的学校有几所？我们有一位是在我们局里面来承办。没有，你就跟我讲数字就好了。你刚刚说有50个营养师吧，哈。然后学校根据这个学校卫生法规定，这些要达到标准40班以上，或者是有中央厨房的，都应该设置营养师来为我们学童的营养把关。那我们学校有几所？符合这种条件的大概有几个？目前是52所。52所，所以我们还少两位啦。那我们还少两位。因为去年哈，其实本来我们是够的哦，不但够，而且有本来如果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就是议员讲得很清楚啊，40班的那么就可以设营养师。那如果用这样的角度来计算，我们是43个，但是我们却编了50个。来了40班。但是去年的12月10号，他来了一个公文，就说我这个学校或许没有超过40班，但是我供应其他学校，比如说供应3所学校，加起来就超过40班了。那我也跟这个数据来计算呢，我就可以再增加，我就可以评为营养师。我简单给你问啦，40班以上又有中央厨房要设置营养师一名，要这样的，咱台中市有几所学校？数字给我是43个学校，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刚才我讲说我们应该聘43个就够，但是我们实际聘了50位，因为有几位是要做更大的幅员辽阔的一个协助，那有的是在局里面要安排行政的一个业务，
所以我们编了50位。好，来局长你请坐吼。我们台中市的营养师，你即马讲是有够诶。好，你请坐，你请坐。但是根据我们所查的资料，那包含说，我们台中市教育局所提供的资料，在台中市教育局网站上提供的资料跟本席所查的资料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不晓得说哪一个数字是真，哪一个数字是假。根据教育局所提供的资料，是营养师的资料跟这个我们网站上找的，让教育局给我的资料是比较多的，但是在网站上公布的是比较少的。对，所以局长，到底什么样的数字，你再清楚说明是什么样的营养午餐需要提供营养师，请你再说明一次。Okay, 好，啊，谢谢议员，我很明确的跟议员报告哈，我们很明确跟议员报告，就是50位，就是50位。好，对，是。那为什么跟你们台中市营养教育营养网的上面不一样？是没有更新呢，还是怎么样？是什么原因？哦，我是什么原因？谁可以说明一下？快速的查询好不好？那我请教局长哈，营养师到底要负责几所学校？哦，他本校一定是他负责嘛？对。那么我们也要给他这个辖区邻近的学校，他有做协助督导以及实质的一个对整个每天的菜单营养的成分的计算。你讲的就是那种所谓最宽松的。你讲的是所谓最宽松的，但是其实营养师法里面他有写到说，营养师的职业其实他们建议是以一处为限，当然他后面有所谓的但书，譬如说机构场所请求资源等等之类。是，但是局长你请坐，你请坐，局长请坐，你请坐吼。我想营养师对学生特别是营养午餐的把关是最为重要。我们的营养师从教育局所提供的资料里面，曾有高达10所的学校只有1位的营养师，副市长你知道吗？有高达10所的学校只有1。根据教育局给的资料，有定有这种对立的资料来去调的哈。学校的营养师有的要1间食顾，1间食顾到底要怎么顾？这样我们学童的营养午餐真的营养吗？局长，你都加讲的拢是讲有够有够，但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规定，你都是从那个所谓比较松的方面的规定。我觉得认为说，身为一个市政府为儿童的营养午餐把关，不应该1间食顾，1间食顾的营养师到底要怎么顾？你说邻近的学校？哦，然后或者是说其他可能大家做伙来去顾这些所谓我们儿童的营养安全、营养午餐的把关，但是我们在这边真的也要呼吁教育局跟市政府，营养午餐的把关是市政府的责任，营养师应该确实补足，不应该有的营养师顾10所，有的营养师顾9所，甚至最低还有顾到6所的。副市长，你知道这个情形吗？咱的营养师可以说是血汗营养师哎，咱的那起进屋乃做起种扛回，应该要让我们的营养师专心专职来照顾我们学童的午餐营养，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学童都成长阶段，他们急需要营养，所以有的营养师是一个人爱顾10间好好，我想这个太血汗了吧，副市长。你怎么看？一个要顾10间的怎么看？主席，蔡议员哈，我想刚刚目前呢、啊，整个总数如果依法规，如演讲所说的应该够，但是现在就是那个整个工作的劳役的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再更深入的了解一下哈。如果营养师负担过重，这个对他来讲长期上好，副长你瞎嘴了哈、哦。是，我认为对于学童的营养午餐，我们应该从严。就是讲，咱编足营养师来照顾我们学童的安全，这个是市政府的责任。
一减十个，到底要安怎搞？我看来看去嘛，唔知要安怎搞嘛，其实嘛唔知呀。那接下来请张玉燕议员继续咨询。主席，谢谢啊，大家好。Hello， 学校营养师的功能哈，在发现哈学校自身的健康的需求啦，来拟定促进师生健康的政策跟方针，这是营养师的迄个政策吧，迄个功能的对啊。健康政策的执行与规划一定要长期的，一定要形成与规划一定要长期才行嘛。可是现在有一个就是一个营养师，就像刚刚那个蔡议员说的，一个营养师负责六到十所的学校，究竟花多少时间来推动营养教育？搞定，搞定，萌姐啦，几个学校公用营养师绝对不是长久之计，对吧？那即使只有几个。几十个学生的学校哈，健康和其他学校一样重要了。我是读迄个太平东边国小，阮迄时阵一班我较高诶啦，所以健康都是一样重要的。啊，袁局长，你有同意本席的看法不 ？OK， 谢谢张议员哈，刚才蔡议员所提的跟张议员所提的都是一致的哈。重点是现在是法规是这样规范的，就是四十班我们给一个嘛，那。我这也要考虑到我们的经费跟财政的负担，那以营养师的工作的包含的内容，包括菜单的审核，包括这个到校的一个辅导跟了解午餐，大概一年会有四次啦，那他会妥善安排，比如说他如果他负责同时督导的学校，他会安排，然后还有就是说要有一次的营养教育哦，大概是他的工作的主要内容。如果用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们台中当然要尽善尽美啊，高标准是当然有段距离，但是比起很多县市来讲，是编的算是目前为止，当然你要再更严谨一点啊，当然是势必要更多嘛。但是我跟张燕报告哈，现在谈是这样的啦，遇到一个问题就用一个政策来解决，可这个经费呢却是有排挤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辅导很重要啊。北捷事件发生之后，那个政捷的杀人事件之后，哇，说学校都要专任的辅导老师，哇，就开始要想办法筹经费。哦，那遇到营养很重要，哎，我们就所以这个我想哈，我们要把效能跟效益做到最大，但是又不会让孩子们的营养跟安全受到影响。好，谢谢局长哈。本席认为啦，就是讲一个营养师哈，要兼任多校哈，就是讲会花太多的心力去专注各个地区的学校跟学生的健康特殊性啊哈，否则校园的午餐哦，商机无限啊，缺乏把关哈啊，应该哈啊及早落实营养师的专聘制度啦啊，加强营养的教育，才有健康快乐的下一代啊。现在法院啊，甲医技拢有啊，就看咱教育局有迄个决心，局长你肯做哇？护士长他的毛主席啊，哈，我们还会再做一个检讨了哈。那么因为307所学校嘛，那目前是50位营养师，那按照去年年底的公文，我们还可以再聘两位嘛。那聘了两位之后，变成52位，52位我们在工作分配的时候，我们再跟副市长那边再做一个协商，是不是还有空间可以再增设？接下来我要请问谢议员。局长，为学校卫生法第23条这一项的规定了哈，其实讲得很简单，也很清楚了哈。如果是40班以上哈，是自设厨房的公餐的，自设厨房的哈，那你就必须设营养师啊。是。那如果是针对未达4班或4班以上了哈，非自设厨房，学校要予以辅导了哈。干单供自设厨房，你们就必须设营养师。是。非自设厨房，你们就必须辅导嘛哈。但我们认为好还要更好，营养还要更营养啦哈。我想这个角度绝对不对啦哈。我们这种事情要站在比较严谨的角度，总是把关学校营养午餐的营养嘛哈。所以我们一致认为，一减十个这种代志要尽量避免。一个人要顾10间校的所有囡仔营养午餐。诶，检查诶，营养诶，把关，我觉得有困难呐。这十所学校会刚好集中在同一个地区吗？我知道你们就会尽量把它集中，但是再怎么集中，我告诉你啦，也不可能有办法。但我可能今天招来宏远，搁招来谈助，搁招来行工检查，不太可能。
所以一减十个的情形应该要尽量避免。那另外你所谓的金麦应该五十个，应该是针对说自设厨房，而且达四十班以上这个标准。我们希望把标准应该要更严谨到所谓的非自设厨房，应该学校予以辅导的部分，我们也应该考虑来设营养师啦。OK， 局长，我觉得这个方向你应该可以同意啦哈。所以蔡雅玲议员他关心的学童的营养餐，包括张议员，包括我们一致认为，营养师把关营养餐非常重要。一减十个这种情形不要再发生，而且一定要增设营养师，把营养师补足来顾囡仔营养餐的沟通。跟议员报告，我们往这个方向去规划，好不好？你那个辅导那个，其实你应该要那个辅导。OK。所以你那个讲师跟自设，非自设其实并没有考虑在内。好。啊，局长请坐哈。好，谢谢张议员、议员谢世忠议员及蔡雅玲议员的联合咨询。接下来由赖嘉辉议员、郑公敬议员、杨典忠议员进行联合咨询。时间15分钟啊，请开始。谢谢主席。市长在三月份的时候有提了这个追加预算，有关于这个营养午餐，1.1亿1000多万。从明年开始，每年编列了2亿5300万，让台中市307所的这个小学，有将近23000多位学童的营养午餐，每一餐多5块钱。这5块钱呢，是要补助给谁？学校吗？还是我们这个团上的这个厂商呢？台中市营养午餐的供应方式有4种方法，局长你一定知道，5块钱分别要补助给谁？请局长会后能够提供书面的资料，有关于这5块钱的补助是补助给谁？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包括最佳预算以及我们的每一年的预算加起来3.6亿，占我们教育局一年的这个预算。一年的预算是400亿，也就是将近1%不到，所以在这教育局的业务工作报告里面只占了2小段。当然你可以很简单的说明，简单的叙述编列这3.6亿的目标跟效果。说实在的，数字不是很重要，但看到里面写的内容非常，本局非常的不满意。局长，我读给你听，你注意听看看。第一点，鼓励学校或团上的厂商购买本市在地的食材、非基因改造制品、有机蔬菜等等，逐年提高非基改食材使用的比例，这是第二项为了维护本市的学生之这个健康，未来将在学校午餐的契约中规范非基改食材的使用，为考量国内产量不足的这一个现况，增加了1.1亿。结果你写了2项大标题，教育局局长，本席对于这一个教育局的业务工作报告写的内容没有错吗？局长，你满意吗？这样可以吗？我们教育局花了3.6亿来鼓励厂商的时候，台南市政府已经明确的在契约中说明，应使用非基改的黄豆跟玉米。台南有足够的产量，只有我们台中没有足够的产量吗？局长，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工作报告有问题啊？你要不要去把这一个台南市政府有关于这一个营养午餐的这一个事项拿出来做一个比较？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台中市教育局，也就是花了将近3亿鼓励我们业者使用的这个食材的时候，没有特别编列预算的台南市政府，目前已经做到了使用10%的在地食材。那我们呢，
我们是每一周供应两次哈、哦。我们104年学年度开始鼓励业者学校每周供应两次的时候，台南市政府营养午餐可以达到使用的15%的在地食材，差这么多啊！局长，你是不是要好好的做一个检讨？台中是每周只供应两次的这个蔬菜，占我们一整个学年总采购量是多少？局长也认同我们的孩子吃的营养午餐应该使用非机改作物，应该使用在地的食材。为什么我们花了比别人多的钱，标准比别人还要低？局长，你真的有心要为我们台中市25万多个学生的营养午餐努力吗？局长，你要不要回答一下？我刚刚提问了这么多的问题，你回答一下。好，谢谢杨议员的关心跟指导哈。事实上，在业务报告里面，这占了将近3页来叙述这5块钱怎么使用，以及它的一个步骤跟程序，还有主要的要举办的内容。那可能议员看到是版本上是不是不一样？因为我这边是我们列了同样是列将近3页的一个的页数。第二个就是说，这5块钱哈，刚才讲说我们在地食材的采用哈，我可以这么打包票，如果说它是15%的话，我们绝对是超过他们至少一倍以上。你要拿出你的这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时机，你为什么你这么肯定？你一定要拿出你的这一个食材的啊这个比例啊。我会把书面资料很完整的跟杨议员报告。第三个就是说这5块钱。是今年9月开始，那么到12月，所以要花1亿1000万。那么明年呢，是花一整年的所以营养午餐呢是花2亿5千万，抱歉。所以这样加起来才有杨燕讲的所谓的1年半花3亿6千万的补助。那这里面其实是不仅是要做在地食材、非机改，还有以及蔬菜，其实也把农业。还有我们的台中市的农民的产业活化，整个都带上来。好，局长你请坐哈，我希望你给我一个详细的这一个报告书哈。好，应该的。接下来我们请这一个郑议员哈。大家杨议员，咱主席哈，阿个副局长、局长啊，记者、媒体朋友，大家午安。那个局长，你头拄仔讲比台南较济。用台中市的食材超过10%，我感觉讲吼，你这个数据应该是唔对的，因为我要来请教，咱即摆所有台中市的营养午餐有几种方法，比如讲学校家己有厨房的，比如讲我的包你用解说着，校长，你知影即摆？咱教育局和小朋友吃到的营养午餐有几种？来，请局长回答一下。主席好，谢谢郑议员。现在目前是有4种啦，吼。第一种就是讲，咱家己有厨房，家己买食材，家己来煮，让咱囡仔来吃营养午餐，这是一种。咱拢有人讲自办啦，吼，有人讲是公办公营啦，总共一句就是安尼。第二就讲，我家己无厨房，我。有北京校来提供2-3间校校，安尼叫他校供应他校了哈，这是第一种哈。第三种的公办民营的公办民营，我家里有厨房，但是有厂商从采购、烹饪到来送到一个公办。标到的厂商，你敢保证伊拢是伫台中市？你这有外涵了，有外关系的吗？标会到台中市的？因为咱有一个。优点就是讲吼，其实我嘛真鼓励，咱台中市公办公营的。你请坐啦，这时间的关系哦，我是甲你讲一下哦，尽量会当用咱在地的食材啦。当然，这就是顶爱超的最核心的政策哈。哦，刷嘞，你知影即马全台湾有这个营养午餐的学校的自治条例有几间？每个学校都有
自治条例都有吗？都有，营养午餐都有。对对。好，啊，咱台中市的自治条例执行几年啊？我不知道这当中有没有修改过。来来来，向回答者，要查一下。请好。哦，因为我刚刚讲，你头拄啊讲的这四种，你用自治条例才绑伊的对了。包括伊的食材，包括咱进前小朋友啉汤爱去啉着家抓剃钉啊，对不？这有够咸的啊！啊，小孩子的营养午餐，咱教育局竟然这种态度，所以我是感觉讲自治条例哦，你一定爱扩大加实施。是哦，因为台南已经自治条例实施较足好个了。哦、啊！你，我希望你把自治条例的计划上本色。是。哦，过来，咱请迄个赖嘉威议员。感谢曾议员哈，拄只杨议员甲曾议员，叫顿车坐啦。拄只杨议员甲曾议员哈，拢讲到咱学童营养午餐的问题啦。拄只大家嘛，第一只午餐啦。所以我想，想要先请问副市长哈，副市长，这是我的中道的嘛？啊！你看卖嘞，这中道等台要偌济钱？看者啦。是。安尼看就好啊啦，我无时间啦，行路爱时间。紧讲啦，还要偌济钱？大概六七十块左右。六七十块，还有一个汤哦，汤里面有丝瓜、有丸子，还有排骨。哦，啊，我的午餐，然后午餐里面哈、哦、有那个酱拌空心菜。然后有黄金草笋丝，然后还有那个苦瓜凤梨草苦瓜鸡啊，你说六七十块嘛哈，这午餐看起来很丰富，而且那个饭上面还有芝麻，饭上面还有芝麻，汤，看起来不错哈。这一餐啊，事实上只要41块钱，事实上只要41块钱。而上面呢，我来强调一下哈，这里面呢、啊、完全没有机改食品哈，因为里面没有用到豆腐啊，也没有玉米啊，绝对不会有机改食品啊。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啊，基因改造食品本席有了解过了，目前这里面没有基因改造食品，而里面呢。绝对哈、哦，目前就看起来也应该是含有啊，应该是含有在地食材啊。为什么呢？里面有香菇啊，有木耳啊，所以啊，看起来香菇、木耳可能是新色的，所以呢，也绝对就含有啊在地食材，这样子啊就可以领5块钱了。这个其实是我们台中市某所学校的午餐呐、啊。所以说，教育局长，我们现在不用发5块钱，这样子就可以领5块钱了。现在就已经符合教育局的规定了啦。所以说，教育局说在现说我们已经符合，说在未来一定会符合标准，说在未来我们台中市已经在地食材的部分会比台南市更好，本席很存疑。我们现在的目标是1周2次在地生鲜蔬菜，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实施这样子的奖励补助条件的状况底下就已经符合了，试问在未来有怎么样的一个条再怎么样的一个奖励条件补助可以让他们更好，他们不用改变他们就已经很好了，如何更好，他们如何做让你看得到他们哪里不一样，你如何知道他们有不一样？再来，台南市的目标，他们已经做到了，你如何知道我们哪里跟他们目标不一样？我们现在才1周2次，现在就做到啦。木耳、红萝卜，还有他们台南市是依据地制法做台南市的学校午餐自治条例，我们台中市真的有学校午餐自治条例吗？本席认为啊，市长认为说办好营养午餐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并不是一直花大钱哦去做补助，可是并不了解学校的现况。在这边
郑议员跟杨议员跟本席都认为说要订定午餐自治条例才能够保障啊，白纸黑字才能保障台中的孩子可以在学校吃到最营养安心的一餐。所以说在这个会期啊，我们其实会希望我们台中市府的团队可以提出自治条例的草案，所以本席在这里写了一个提案，这里希望建请市府订定台中市学校午餐自治条例，保障台中市学童在校食用卫生安全在地的均衡之学校午餐，真正做到啊。请问一下副市长，你认为这样子可不可以？到底做得到做不到？是不是现在所做的奖励条件应该有所修正？请副市长回答。是，主席，谢谢赖远刚的提这样的一个提醒哦。我想最目前整个教育这边呢，我所了解也是在跟这个全市啊各学校进行午餐的采购的契约里面呢、啊、来做刚才你先说做得到做不到啊，我没时间啊。那这样的做法里面呢、啊，我想如果再进一步的去提升到自治条例哈、哦，我想我们来做演绎。副市长，本席一定要提到，现在啊，在我们双北业者跟台南的业者都跳出来说，只要多给五块钱就能够提供非基因改造食品的时候，我们台中市啊，不能说哦，我们就能只用做提供五块才能做提供在地食材之类等等。事实上，在下礼拜六，台中的主妇联盟要在我们的市民广场要进行2015台中反梦都，OK，反梦都山的游行。嗯，好。你们知道什么叫梦都山吗？在跟别人好像我们哪里好像都比别人还要更好，我们不应该是这样，是我们比别人更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议员。哎，赖议员，那个时间到了哈，谢谢，感谢赖家威议员、郑公敬议员、杨典忠议员的联合质询。接下来由谢志忠议员、蔡雅玲议员、张议院议员联合质询，时间15分钟。好，请开始。有没有继续关心啦哈？这边摆备课会考了哈，去年我是国三升高一的家长了哈，那去年的会考的分发里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了哈，大概第一类的是作文的优先比序了哈，志愿序的扣分呐，那还有时间上分发跟特招分发等等问题了哈，那看起来这个礼拜要考了。这个礼拜要考了啦哈，去年我曾经你只讲哦，这天师爷做成爱跋杯啦哈。那么经过一当了，看起来社会的沸腾，那的确教育部有做了调整啦哈。那这个礼拜又要会考了，那局长，今年的会考跟去年的会考，或者他的计分分发的方式啊，跟去年应该有所不一样啦哈。在跟你请教之前，我先请教你，12年国教的意义啊，或者目的。到底在哪里？就你认为，请简单回答。好，谢谢议员哈。其实本来的十年国教的核心意义，就是说把一个国家的人力的一个素养跟素质哦，用这个基础把它打得很好，不是只有学习能力而已，他的整个一个人生的涵养、人格的涵养也都能够得到丰富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找到他人生适当的位置点，就是所谓多元性向发展。我的性向、我的潜能可能跟谢议员不一样，但是我要提供这样的机会跟平台，让孩子们可以找到他人生适当的一个位置点。那是这是他安定的所在，也是其实这个利益都很好了，对，我们都愿意来支持了哈。那十年国教他是强调的是免试入学嘛哈？是。去年就开始讨论了一个问题，是。那今年我还是要再问你一个问题，是。那我们会考到底是不是考试啊？没错，会考是不是考试？那我们根据会考的成绩来分发，然后告诉我十年国教是免试入学，天底下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吗？这个去年就讨论了啦，但今年还是一样再问你。我们用会考的成绩来分发，这个橄榄工，我十年国教免试入学，这讲得通吗？局长，你的看法怎么样？
理想上他会考只是他入学的依据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好，但是如果对于那种比较高度竞争的学校，我很坦诚的说，会考会成为一个超额必须当中一个关键项目。关键啊哈。那我看十二年国教，你们中投区，我们中投区啦哈的入学作业要点里面，它的目的大概有五个啦。第一个就是刚才局长一讲的，鼓励五育均能发展，开展学生多元智能啦等等五个啦哈。这个我都尊重，我都完全同意啦。今年的会考的计分跟分发方式，除了把过去去年最为人诟病的作文优先比序把它摒除之外，还有改善了所谓的志愿序扣分三十二也够，基本上改成一至十拢赶快了哈，那个叫做主句了哈，这个某种程度改善了去年最严重的两个问题。那今年的计分方式跟去年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请局长说明。OK， 我看谢远真的研究也很透彻了啊，没有错，那个志愿序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哈。那现这个除了一定改的哈，已经改了，那就是说他现在四个一个主句了，把三等第四标示都再乘以三倍了哈。那那五个科目呢？最高。我觉得今年最大的跟去年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除了作文优先比序跟志愿序扣分之外，今年的计分方式跟去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就不会避，应该最大差别，我简单一句话就好了，就是避免去年的低分高就或者高分高分低就。那哪个跟公开详细啦哈？今年的计分方式来对哈，增加了两个项目。第一个叫英听，第二个叫数学的非选择题。去年数学也有考非选择题，但是不予计分。那今年增加了数学的非选择题，今年也增加了英文的英听，增加这两项的计分方式，局长您认为适当还是不适当？这样的一个，其实如果你把会考的界定好，它是一个衡量孩子这三年当中，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当中，他的学习的一个位置点。那作为将来他继续往下个阶段学习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依据，该补救的，该提升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增加英听也好，增加非选择题也好，这是可以，这是符合教育的规准的。我这个各有讨论的空间呐，哈。对，比如说我们把去年的数学非选择题不予计分，今年把数学的非选择题纳入15%的计算。选择题是85%，这样子的行为里面，因为哈，简单讲啦，选择题哈，非选择题其实就是实力判断啦，就是简单的讲，就是讲你会向也未向哈，无材料你用药啦，那要用简单的方式讲啦。那如果用这样的方式里面，其实现在大家的分析里面，专家都认为，像昨天的新闻，这是昨天的新闻嘛，专家都认为，今年首度纳入的英听跟数学的分选纳入计分，难度提升。专家认为会考成绩免试入学重要的依据里面，其实数学变成了是一个关键啦齁。今年跟去年比较，这两种计分方式是不一样。你把去年古尼上面想重要，作文想重要呢，古尼是作文想重要，先比作文当然比其他的呢。那如果今年把它改成了变成是数学最重要，那或许它有讨论的空间。数学的非选择题到底纳入不纳入，其实有各方有讨论的空间。但我要讲的是一件事情，过去咱可能学生的成绩大家各自有压力，家长也各自希望学生成绩好，但是现在我们的十二年国教里面强调的免试入学里面，基本上是透过会试做一个重要的依据来做分发。那如果在去年的时候是作文最重要，补习班熊熊大家都要去参加作文班啊，你知道那个在古年十月就改了。那如果今年变成是数学最重要，那是不是违反了你们所谓的第一项，鼓励学生五育均能发展，开展多元智能？那如果纳入了英听，那是不是违反了你们第五条，关怀不同地区学生，缩短城乡教育资源落差？所以说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互相矛盾的做法，都有很大的探讨的空间。我的重点在哪里？我的重点在说，要让家长、让学生、让老师、让这个社会有所适从，这个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应该走的方向。那古年十二年国教，作文最重要，去年作文最重要，今年数学最重要，局长，明年什么最重要呢？明年会不会再改啊？那古年来对作文优先比序作文想重要呢？被讽刺的说，好像清朝在考进士，
考状元呢。那我们今年又再把它纳入的数学非选择题，现在数学变成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我们在想，明年到底什么是最重要？所以说，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啦。我们的教育改到现在这样子，一直改，一直改，到底哪一项最重要？到底十二年国教的基本意义，它的精神到底在哪里？在下来时间交给张议员。谢谢主席。来，各位立行者来话紧。会考免试入学，今嘛个增加数学的非选择题来增加对学生的鉴别度。严局长，今嘛那上网吼，你个怕会考数学非选择题这几个字，就会有一大堆的学生，不就会有一大堆的人出来教学生怎么拿这个高分。本席念一段给局长听哦，数学科的非选择题千万不要教空白考卷，即使计算不出答案，只要写出核心公式，答案卷不是空白，仍然有机会拿到分数，或者不空白才有机会拿分。换句话说，数学的非选择题纷纷要计较了哈。啊，因为关系到哈考生要念社区高中还是前段高中，公立还是私立，这一切的重点就是在分数。葛定。甲你问一下吼，考试至上增加对学生的鉴别度吼，就会增加学生的考试压力。这甘哥算是免试的理想。我今天你给他回答一下。主席，谢谢张议员。我们的教育理念应该都还蛮一致的哈。所以当这两年来大家争论说会考的意义跟功能在哪里？哦。它本来刚才我讲的，它是一个衡量，是有必要的，做一个检视。像法国，它也有会考，但它不是作为入学的依据，它是在衡量你整个一个三年来接受国中三年的教育，那么你在各个学科的表现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哪些地方是比较薄弱的？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数学题，采用非选择题啊，占百分之多少？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数学学科知识的全貌。如果只用选择题，那可能失去了视觉知识该有的一个全貌。所以如果就考试本身来讲，那没有问题，但是怎么应用这考试的成绩才是今天大家会在这个议事堂也好，或在整个社会讨论的重点。对对对，啊，军机长，所以你头有讲嘛，增加非选择题，说穿了就是方便超额诶比序诶纷纷计较嘛。是吧？其实吼，无你先听我讲，这吼根本就是自打免试升学精神的嘴巴啦，和和学生的负担更重啦。所以我们问吼，局长，无你直接讲吼，你认为该怎么做比较好啦？啊，我讲实在啦，所以今年全国教育局会议吼，哇，教育部开始大声疾呼，希望明年吼，就学入学方案吼，各就学区吼，可不可以不要把会考作为一个超额比序的项目啦，拿掉。好，这样子啊。好，哎，但这是规划，没卖哥。这是你的规划，我先把你做出来哈。时间无到，我直接问蔡议员跟你讲嘞。好，谢谢。那你支持拿掉会考吗？我刚才讲会考可以维持，但是呢，不要成为哈入学的一个重大的依据啦。不是重大的依据，然后又要会考，这不是很矛盾吗？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好了，局长，你请请坐。你这是中央的政策。好，你先请坐哈，局长。我看你大概是我看过教育局局长里面最推崇十二年国教的。其实，在前任的局长里面呢、啊，我觉得你很推崇，所以我感觉出来你的回答是非常非常支持。我不晓得说你是不是你的孩子。也要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我想谢志忠议员的感受会比你更深。其实我们的教育制度应该爱像家长那种贴近人民感受，家己的囡仔有去参加，你才知道这个政策到底是好啊歹。我们现在十二年国教家长五傻傻七十二变，每书那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啊，天天每年都在变。像去年吼，恭喜作文，今年数学啊，明年嘞啊，唔着爱跋杯。好运的掉时间，歹运的掉灵境，所以计划赶不上变化。我认为我们的政府教育制度、教育局应该为人民发声，不要让人民无所适从，不要母傻傻。那接下来请谢志忠议员继续发言。去年阮囝是做白老鼠啊，啊，今年数学较重要，阮囝无掉，但明年阮囝阁要掉啊啦。所以我今麦那甲你问讲，明年会改啥物啦？先甲你问一下啦，吼，局长。再来用两三分钟的时间跟你探讨一个问题了哈。
我们经常在推展我们这个高中以下的这些基础运动，棒球也好啦，那田径也好啦，排球也好，各项体育运动来讲啦齁。其实我们看到，我们讲棒球，棒球还算台湾国球啦齁。过去咱曾经看过足侪咱的球员，他少棒的时候阳明国际哦，当投手又打第四棒。他国中的时候，他也是投手啊，他是阳明国际啊。或许高中还有，但是后来成棒，后来他就不见了。这种诸如此类的，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其实不在于技术，在于都受到了运动的伤害。所以在台湾推展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运动伤害防护员里面的概念里面，在台湾里面，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很薄弱的。那所以说，教育部其实在去年103年里面有一个运动伤害防护体系的一个建制的辅导计划，那时候你还没来上任呢哈。去年是第一年，到今年的七月哈是第一年。去年总共有15个名额，后来他给了他的内部编定给了台中市政府，台中市3个啦哈，结果咱拢无申请诶，就讲去年一个拢无申请诶。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检讨的必要，用中央的经费，用一个运动伤害防御的推广，我觉得这很有必要。那今年他们的推展计划的教授再度来找我说，这样子好的计划，去年有15个名额，台中市有3个，其实我们没有提出申请。那今年教育部体育署把这个整个计划拉到23个，明年听后年听说要拉到45个，那今年听说内部里面其实我们台中市应该还有4个名额，那包括我们的后众，我们市立的后众，或者市立的西院，那或者市立的还有一所学校，听说都有医院。局长，我们这种推展基础体育哈，我们要推动基础体育，推动伤害防护员哈，我觉得教育部提出这个经费，中央的经费嘛是好代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做？我们去年没做，这比赛怪你也没来了哈，我们今年再度有机会，你愿意做吗？请回答。谢谢谢议员，我绝对全力支持啊，鬼的鬼啊，吼啊，今年咱来争取，我已经有够经好，一定要提出来啊，提出来申请计划，这个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有9个名额，哇，这个多好，吼啊！不过蔡议员，我还在跟你报告，我是部里面哦，最反对12年国教的，你也讲这条了，所以说哈，我们去年没有做的，别再怪你了，今年应该做了哈。那教育部体育署的经费我们没有道理不拿，而且这是一个好事啦。那我甚至在跟你建议啦，如果教育部体育署给我们不够的，我们可以真的是可以规划啦，因为这个运动伤害确实是一个运动选手一个很大致命伤。谢谢。好我们谢谢谢志忠议员、张议员议员及蔡雅玲议员的联合咨询，接下来又咨询由刘士周议员来进行业务咨询，时间15分钟，请开始。谢谢哈，大家主持人哈，办公室长哈，那市艺术馆哈，那约同的媒体林士先生，大家中午好哈。那个杨局长，我请一下，你今年几岁啊？你今年几岁的？53。53哈，那跟我同年纪哈。你有没有过儿童节？你虽然读书了，也捌过儿童节无？我会去，过去敢那放假安尼啦。迄阵生活好，经济拢较无好。嘿，我请教你啊，你认为儿童节儿童他们最希望的、最高兴什么事情？当然啦。你当然要放假，还是想玩也？是。啊，那就很表层的意义哈，在他的这个年龄阶段的判断啊，可能是爱一个礼物啦。但是以我的感觉吼，我嘛少年过嘛吼，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吼，让他带得走一辈子，他生命中跟生活当中的有价值的东西，才是最好的礼物。所以我明显看出来，你是用大人的这样的角度，你在看小孩子的儿童节。我有讲过吼，以前嘛也熟客是礼物嘛吼，你但是礼物是什么形式的礼物？我想哈，在过去的哈。4年啊，每一年的、儿童节都有，不管你有它的贵重大一小，我们因为一直在替儿童们，希望说他们一年一度儿童节能够有一个欢喜爱的好啊。至于你刚刚说的很多的，你今年推的希望台中同享幸福这四大主轴，哪四大主轴？
我们大概你四大组，你跟我讲一下哪四大组轴？我没有去记那个，但是我们从生活、那个、生命自己写的，跟生自己写的。哎，四大组轴：表扬及嘉年华闯关生活体验营、耀动国小跳绳决赛，还有生命教育体验活动。尤其是生命教育体验活动，局长，生命教育体验不是在儿童节啊，是在每天呐、啊，他的生活教育来做成儿童节，唯有他这一年，他这一天，他希望能获得我们大人的们的一个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的重视。其实秀儿童节又到我这，你知道吗？很多小孩子送儿童节又谁送的？家长会。你只说啊，认养我们的这所谓的流浪犬。其实说实在，生命教育不是这样教育的。你如果今天要推动学校学校生命教育，你平常就应该要让这小朋友去了解对生命的重视，生命不是把它拿来养。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我们家扶中心，我们的市长会，他要的关怀不是你叫他把人到底叫他养啊，是我们透过我们去乐捐，或者说我们去探望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机制，来去了解这一些受虐的或是被遗弃的流浪犬，他们怎么生活？啊，你跟他借债？哎呦，我那该我搞我喜欢搞搞搞我长辈讲，甚至自己以后未来如果有养这些动物的话，我们不应该要尊重他的生命，那叫丢，对的，不是。你这么两个来好好吃，你知道吗？这个除了说带给学校困扰之外，也带给校安全。很多同仁现在已经跟你讲的，我想不胜枚举。你今天如果说你真的要给小朋友生命教育，可以啊，你可以安排他们到科隆去看啊，看这流浪犬，对不对？甚至各班或各年级，甚至学校，你去认养。因为我说，现在我们的市政府也缺钱嘛，那可以啊，可以透过这样的学生，他们愿意自发性的去捐款，去认养这流浪犬，不一定要把，不一定要看待你好气啊。我们的教务中心，我们的市长会有说啊，你被认养这儿童，把这儿童先你下来住吗？有这样子做吗？没有嘛，没有必要为了落实一个不是说非常。所谓的很成熟的一个政策，你至少你要去周延嘛，对不对？甚至现在来讲，你牺牲儿童节，你用这种方式补助学校5万块钱，就好像可以把我们的所谓的流浪犬啊零二死，能够把这个政策能够落实到零二死，自欺欺人呐、啊！尤其跟儿童节用在一起，一年一度的儿童节就像被剥削掉、变掉了儿童节。情何以堪？你给我一大人的这些心来看，你先说，你还没做过小孩子的这些短民调，他们感觉哦，局长，你这四大主轴对我们小孩子，我觉得我人生来讲的话，受了你的这样的一个的启发感召，哦，我觉得我对生命认识很了解，儿童节我很快乐。局长，莫用你大人的心来去看囡仔，我敢给你保证，10个小孩子里面有9个。甚至10个都很希望有礼物，礼物是一种对小孩子的鼓励，它的价值不在于说你贵重。我希望在过去这4年来，上一届的市府在对儿童节礼物，嘿，讲起来物件小小的叫美戏呀、啊，到今嘛你拢无，你还要以后还这样子做吗？其实说在的，你所谓的生命教育跟儿童节礼物。是两回事啊，你不认为吗？你说这两个是一定要舍弃他的生的儿童节礼物，才能够去对生命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的提认，才能做吗？刘议员，可不可以让我？好，你说。好，谢谢刘议员哈，这么关心我们的下一代。其实不是只有第一个认养一定是安全、检疫过、有晶片。那么已经绝对是自愿的，没有说要求学校这样做。第二个就是说，学校也有自己的庆祝活动跟礼物。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跟文化局合办了，有27场次的艺术与人文的涵养的一个欣赏的活动，那里面也包含了。你把那个钱要来说去认养，去认养那个流浪犬。然后另外、是不是你是把经费移到这边来？没有，那个手段其实。那过去是有变化的，这次没有变。其实去年嘛，无儿童节礼物啦，啊叫，市长讲叫大家走走，较健康啊，啊过了一个儿童节。还是有啊。不，无礼物啦。还是有啊。去年就无啦，我有去了解啦，吼。安尼啊，所以我讲，我头下讲过，咱个有迄个艺术文化赏析啊，我看请来剧团哦，哇，文化局盖用心，大概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在地的团体。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你认你所有小朋友都会这样想。我也刚才讲过，这两个事情并没有违背，儿童节就可以照给，生命教育一样可以照推行，这个两个并不违背啊，不是二选一啊。对不对？好，给他怀解梦，甚至我刚才讲，对生命的关怀下，方式有很多种，什么最好？希望说不要有后遗症，包括今天很多同仁对于下的安全，都已经给你大家踏法。我也跟你讲过，对于这些生命关怀，你不一定要把流浪犬接到学校来，你可以透过学生他们自发性的由班级或年级甚至全校来认养流浪犬，大概关起挂起定期去看它，没时间没关系，请柯同学把他们认养的这个的那个动物牵到学校来看一看。你知道阴闹当下跨动物是跨怀着小王爷，你要叫他养天天在一起，嘿，我跟你讲哦，阴闹不会顶险，我来讲反而会对这些流浪犬会造成伤害。他在学校里面不仅对校长安全造成，也让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可能遭受跟在外面流浪犬的这样的一个的对待。外企办公厅呢，对这样的政策的推行，能够跟我们农业局好好思考一下。我刚刚所讲的方式，绝对对校长安全绝对不会造成，因为他们也用这样的一个的关心关怀。甚至捐钱的方式去关怀这些流浪犬，定期去看他或请他们认养的流浪犬来学校看。我觉得这样子啊，应该可以减少很多所谓的后遗症啊。今天我也帮你好好思考一下。好，谢谢议员。好不好？在安全的配套措施，我们一定是严格的。你那个安全那个什么经验，那个都不算了。我讲，议员提供的建议，流浪犬它本身它不是家犬呐、啊，对不对？它不是在家里面养的啊，家里面养一样都还会咬人呐、啊。对不对？你要的是小朋友，他本身他对于这个生命的关怀，这个生命关怀，你应该刚好透过所谓的全班的认养、全校认养，然后定期的做这样的访视，我觉得这样子才比较能够让小朋友他们有更加的一个深刻，好不好？林记和我去做暑课了哈，谢谢，不耍了哈。我想对于营养午餐了哈。加了五块钱来，有时候讲五块钱能干什么？其实说实在的，我是认同。可是你这五块钱，你要做好多事情，你要做50块的事情，非机改食品，要更好的在地食材等等的，你觉得这样够吗？你口味也不实惠。我请问局长，你有去看过现在目前学校的营养午餐里面，小孩子吃什么吗？还有他们的水果，你有去吃过学校里面儿童吃的水果吗？有，吃什么知道吗？有台的芭乐啦，有台是番茄，哎，香蕉拢有啦，哎，你有看过你吃过一杯葡萄不？我迄顿无拄着葡萄，葡萄，你去当时就几粒芭乐，几粒苹果啦，无得迄当时啊、哦，那个番茄，那个葡萄，两三颗。甚至已经酸了，囡仔无啥爱食，可能个，感觉丢掉可惜，摕来算。我在学校里面也是这样为的，我们委员会就讲啊，安尼吼，囡仔食水果规矩就是咱家己个出一寡钱，好囡仔食一个较好的、比较好的水果，甚至不用每天天天水果。我想说，局长，你们应该好好去看一下，有时候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对于学生的一个营养上，是否说能够去种植啊？涨价并不代表加价，你提交的钱，你的品质、你的价值有升高了吗？有落实了吗？未必，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对于我们营养午餐，我觉得说我们也不要让小孩子再怎么也不能去饿小孩子，可是再怎么样也让小孩子他的营养的这个价值能够提升。你所谓的请营养师各方面食材这些登录全部我都让认同，可是真正的食材尤其水果，我希望说你们去重视。还有请问一下导护老师，就是那个班级专老师，他们营养餐是老师自己出的，对不对？对。那水果呢？水果是因为是我们市政府出的，嘿，所以 OK。是吧？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水果是哪一年？水果是老师自己出的啦，一餐六块钱啦，来给老师收啦。哎，老师现在真正中道，陪囡仔食饭，过去都爱我哋出钱，到尾讲营养餐给他们负担。负担养伤，结果水果不在里面，嘿，真奇怪嘞！干卖说个老师跟你计较，有需要这样子吗？这些都是科管嘞。好，来，郭科长，麻烦你一下。报告议员，就是刚刚陈如议员所提的，就是说在导师误餐费里面，现在所有的导师误餐费是由我们教育局来提供，水果，但是水果的部分，真的是没有在现在的范围内啦。一餐水果多少钱？我们现在的补助是一周两次，一次三块钱，就一个礼拜六块钱。对啊，一个礼拜六块钱。老师，你跟你计较六块钱呐、啊？而且尊师啊，老师今天也要跟小朋友一起吃饭，谁种的好呀？刚给我钱，搁千来块，哇！小金姐，我干嘛哦？你想不想啥嘞？没得鬼要买，还要老师来讲话去争取。其实老师说在，老师也不差这六块钱呐。啊，不过呢，对老师这样的一个的感受啦、啊，局长是。一年你了老师的补助40-50块啊，你敢要6块？你搁真正跟老师来斤斤计较，有需要吗？谢谢刘议员，我们来检讨看看好不好？好不好？嘿，不要让老师为了这6块钱啊硬是开不起啊，对不对？既然来讲，你都已经负担他的营养，老师的今天老师他是照顾小朋友，他已经有这个给他负担了，为什么这水果要这么苛刻？有需要吗？这代志恁是咪会使尽速来去把它处理？好，我来检讨好不好？你省鬼，如果再给全部老师要加钱，给老师负担要增加多少经费？有省鬼吧？有没有算过？如果的老师啦，导护老师啦，就是学校专老师啦，这样会老师嘛？好，大概18000，乘以24块，不，乘以30，不，对。一个月，好，谢谢，好，好，请坐。我们谢谢刘世洲议员的业务咨询。接下来由杨振中议员、苏博新议员、刘永贞议员、张廖乃文议员进行业务咨询，时间60分钟，请开始。谢谢，大会主席，我们副市长，我们教育委员的局长。各位我们议员同仁还有后面的媒体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首先我来请问我们教育局的严局长，你请坐哈。这个刚才讲到营养午餐啊，我也是很支持我们刘世洲议员的建议啦哈。第二点就是有一个发生在我们神冈一个神冈国中，神冈国中，我记得上次我有行一个文哈，是一个学校的外面我们教育局说，在学校的大门是建设局，那建设局又回文说这是教育局。我希望啊，不要这样推来推去的，因为哈，迄个学校迄个期望哈，拢已经派去啊哈，爱修正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人行道的问题，这个都很危险的，每天都有小朋友上下课，而且我们家长要接送，结果我行文去了教育局，教育局推给建设局，建设局又回来说是教育局的工作。所以呢，本席建议，如果不管一样是我们市府的团队嘛，不管是哪个局要做，局长你有去过我们神冈国中吗？你回答一下。有经过，但是抱歉，还没有进到里面去。外面就可以，我所讲的就是外面的景观。我知道是那个人行道的问题，这件事情我知道。你有看到我有一个建议的案子，其实我们教育局吗？有哈、嗯。对，那是不是我们教育局要做，还是由我们建设局来做？因为这种人行道、通学步道，很持平的说了哈，我们不是要推脱，但我们会做到充分的联系跟合作了哈。应该还是建设局的一个主管单位。那建设局是推给我们教育局，因为我这份资料哈，这个就照出来，因为就是家长反映的，家长一直告诉我说，哎，你身为议员，我们这个很一个景观问题，而且那个树哈已经都枯掉，要修剪。到现在前后已经三个月了，都还没有再动。希望局长重视一下好吗？我们已经跟建设局做好协商。如果需要我们来承担，这个绝对不会推迟，因为都是团队嘛。就刚才委员讲的，所以已经已经这个案已经三个月拢一直不走，这是家长的反应，好不好？局长你请坐，要尽快的帮我们处理。谢谢。好。接下来我要请问我们的文化局王局长，王局长在哪边？好、哦，局长，你有去过我新港的埔圳路吗？你有去过吗？你回答一下。你当了局长以后，你有去过吗？报告议员，我去过。是不是我带你去看的？哎，是的。好，你请坐。还有新高镜吗？那个埔圳有新高镜？你个人认为呢？报告议员，这个在委员会的审查的时候呢，他并估计并没有通过，哈、啊。对，估计并没有通过，谢谢是。上面有这什么叫做估计啊？我到现在还搞不懂什么叫做估计。在我们神冈有小云山庄、大湖地，还有里瓦处，有三个就被认定是一个估计。那么那古迹的外面，我知道我们文化局每年都有编预算，因为你认定古迹的话，文化局都有编预算去整修外面嘛。但是到现在小云山庄的门那一条路也还没通，大丰路还有大湖地，还有我们的小那个里瓦处、哦、我记得民国102年我们有整修那个本身嘛，就是耶，那竟然是里瓦处有一个古迹，没一条路会当入去内底。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张处长，你对我们神冈是非常清楚。你当了这么多年的那个文化局的处长了，你竟然没有把我们神冈的古迹好好的规划，好好的在做。我今天很生气的要来问我们张处长，处长，我收到一个公文是。5月19号，你坐下哈。5月19号早上9:30要去做那个委员的，要认定这个古迹的问题。因为在去年103年5月25号，我们已经动工，动工了一个礼拜以后，有人说我是神冈人，就把这个工程2亿9000多万。全部都摆在那边，到现在都还没有再动。我记得103年10月份的时候，哎，好像11月，第一次的委员，我们跟廖淑珍议员、徐水斌、萧荣泽都有到我们张处长那边去。我们的决议就是说，保留100米做文化古迹。为什么现在又要第二次的委员要再认定呢？为什么我们去年认定的不采用，又还要再第二次的认定？处长，你说明一下。主席跟楼远报告，
去年那个文史团体提的是古迹，哈、哦，申请指定为古迹。那古迹上一次我们委员会已经审议，古迹是不通过。但他们今年又收到他们提出来要求登录为文化景观，所以我们按照法律，我们这道民众陈情提报，我们必须要提上委员会去审议。报告完毕。好，谢谢。因为咱第一届认定，恁无认同，一样是市府团队嘛。那么现在要第二次，本席希望。因为这条路是我们神冈人的一个地方建设，是一个很简单要做12米的一个道路工程、啊、因为那个古迹的铺准是民国62年那个水利会他们做好的，民国62年做到现在也才40几年而已、啊、40几年就给认定那个古迹，这样够合理？处长，去年的文字审议里面并不认为它是，并没有通过它是古迹，没有嘛哈？对，去年没有。那你这个5月19号早上，我看有通知我们，我们也会去的哈。我们把一些资料，我们会传过去，我们也会去做一个说明。希望我们市政府为了我们地方的建设，这个工程是2亿9000多万，而且百姓也领到征收费。好，他们征收已经领到了。如果我们没有做的话，如果我领到，我只开掉，我要哪行李？我没钱啊，我没钱要行李啊嘛。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哈、哦，你认定古迹，要明确的去了解一下，这个铺准，民国62年做的，是不是古迹？希望处长你要认真的关心这个案件，好不好？我们会继续追踪这个问题。好，我们深冈人就是足单纯的，希望这条路啊紧来走。因为你刚知影清明节这休息天，阮迄条路拢拍干，你知道？而且加上我们神冈有一个小的秋红谷，第一个秋红在神冈，第二个就是第一个在台中，第二个在我们神冈的那个那个和平路。那四天哦，那个四天有3-4万人经过，所以普镇楼拢太车，你可能无看。我改天要补相片给你们看，那个太车辆拢太屌嘞。所以一个地方建设，希望咱市政府爱紧来做，好吗？好，好，谢谢你，请坐。那接下来我们杨振中议员，副市长，我们刚才罗永贞议员讲的。建设局跟教育局没有办法沟通，你要不要来担任一个桥梁？要不要？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可以？石冈国小的事情，什么神冈国小的事情，什么时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即刻就会要来做一个协调哈、哦，那么紧速做这个处理。我想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的问题呀、啊，是，怎么这个问题新政府上台就搞了3个月？怎么会这样？你们是螺丝松满地呀、啊？那这议员，我想我们就来做协调跟检讨，没问题哈、哦。好，我来处理。时间表什么时候？我马上就会来做协调，马上处理哈。是，好，我看你的马上有多久。啊、哦，那个王局长，我想你们文化局都没有担当了，没有担当。既然不是古迹，委员都审定的不是古迹，为什么不让这一条路拓宽？为什么不让这一条路复工？政府的所有的征收费用都已经发下去了，处长，如果说。古迹不通过，文化景观不通过，你要不要做？还是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浮流景观要不要？要不要？局长，要不要担当？局长，王局长，你要不要有担当？王局长，你要不要有担当？啊、这个谢谢杨议员的这么关心啊，这个我们呢、啊、还是按照文字法，我们尊重审议委员会的意见。局长，你们不要把文字法无限上纲啊！古迹不成，现在变文化景观，那文化景观不成，要变什么？你跟我讲啊！
他只具备有可能是这两种身份的，一个是古迹，一个是文化景观。所以如果不是古迹又不是文化景观，那当然呢就不具备文资身份。那具不具备文化遗产？文化景观弄完之后又弄个文化遗产，在文资法里面没有一类叫文化遗产，所以是没有。编一个就好了嘛，编一个啊。说无限上纲，今天没有时间啊，我不跟你讨论这个，我下次有时间我好好跟你们讨论。哦，无限上纲，请坐。好，谢谢议员。教育局哈，改朝换代之后啊，人事更迭，增加了很多的新的血轮，那么新人新政，局长是不是来介绍一下你的主管给大家认识一下？局长要不要介绍一下给大家认识一下？好，你的新来的主管。哦 OK 好。如果要全新的话，要全部您把主管就好。好 OK、那就是我个人嘛哈。那么另外是邱前果邱副局长，他因为许副局长他本来在担任主任秘书，所以算不算啊，也算好了。来，好，我们许副座都请坐，都请坐。邱副座邱前果，对，再来嘞，邓祖密是原来的专门委员那接下来黄炳坤专委，他原来在炳坤副市长当他的一个 okay, 好秘书。请坐请坐请坐。好，我这样子我们认识了哈。我想最近新闻啊都在谈危险教室的一个补强跟补照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张照片，看一张照片。这一张照片请问局长啊，这个是补强还是补照？补强还是补照？你看看后面还有一个铁丝绑着啊，哪个学校知不知道？局长，这是补强还是补照？知不知道哪个学校？知不知道？跟议员报告，我真的没办法。不知道。我跟你讲，这是我们台中市的惠文高中穿堂的柱子，这个柱子的大理石摇摇欲坠啊，摇摇欲坠，学校用什么？用铁线给它绑起来。各位看到后面还有一个铁线打结的一个痕迹啊，请问局长，用铁线绑起来的摇摇欲坠的大理石到底有用没用？有用没用？ OK， 局长你的感想如何？杨野，我相信校长应该会紧速处理吧。哦，对，那么如果没有报上来的话，我们校长会紧速处理。这一间学校之前就有这一个大理石掉落的，好在没打到学生。学校一定有跟你报嘛？副市长，你的感想如何？有这个没有呢？没有得到这个通报。副市长，你的感想如何？主席，谢谢杨议员哈。我想校园安全或建筑这个一定要做最优先的来处理。如果学校提报，我们就紧速处理。对啊，你们教育基金宁愿吃掉。宁愿吃掉也不想安全呐、也不想安全。如果说今天学校有钱的话，早就去做了。学生每天在穿堂跑来跑去，万一地震发生，万一这个大理石掉下来砸到学生，谁要负责？杨远，我现在在查到底有没有报上来，不然不可能。跟杨远讲一个数字哦，从一月份到现在五月份，为了学校的没有的建筑
不管是安全或新建，就我们就用基金用了三亿。好了，就用基金用了三亿，所以那局长是这个是不是事实？我还是要去确认，还是要确认、啊。抱歉哈，因为学校我照片照出来的还不够吗？因为学校数也蛮多的。第二个，他这个汇源高中应该没有成立太久，大概是谁可以告诉我大概十几年吧？称为完中。局长，要不要马上修缮？当然有危险的，我对我现在还不危险，因为用铁丝绑着不危险。不不，这个就算危险了，对不对？就算危险的，用铁丝绑着不危险。爸，杨演，我的观念是，即便是二钉挂，那个比这个小块多了，有掉落的危险，我们都要尽快马上处理。更何况这是大理石哈，但是我还是要去确认呐、啊。副市长，杨演，我觉得还是要确认嘿，危不危险？危不危险？要不要马上修缮？我想演这个让教育局就还是要去确认啊。是，啊，我们保佑上天呐、啊，我们保佑今天下午、明天早上啊，不要有地震哦。我们保佑保佑，好不好？啊，本席在这边建议，啊，本市的学校所有的壁砖，包括二钉挂，所有的危险设施，全面做检查修缮。局长、副市长，要不要？可以，谢谢。要不要？要不要全面检查？要不要？要。哎，副市长要不要？不要光点头啊。要还是不要？这个议员所提到我想校舍安全那是一个持续性都应该要做的，好，随时来做这一方面工作，一定要做，是啊、哦，一定要马上修缮，请把这一个你的检查报告检查完的全台中市的啊、哦、壁砖设施危险的检查完的时候送本席一份报告，好不好？好，好，为什么，局长你请坐，为什么教育部要求学校的校舍要补墙？为什么教育部要求学校的校舍要补墙？我们在座的许副局长，您知不知道为什么？知道，为了安全、啊、为了学生的安全、啊、为了学习，为了学生的安全。对，好，你请坐。我们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主秘邓主秘，为什么教育局要报告议员，那个补强部分是为了学生的安全啊、哦，为了学生安全。好，请坐。来，我们专门委员呢，报告议员也是为了学生安全哦。啊，教育局、教育部只为了学生安全，你们哪一次没在做啊？你们哪一次都没在做？邱副局长，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校舍要补墙？以我的理解，我们过去已经有太多太多惨痛的教训了。因为台湾位在地层带、断层带那个很多，还有板块的挤压，所以过去十年来的许多的大地震造成了非常多的人命伤亡。好，请坐。答对了60%。921地震之后，921地震前，台中市的防震区为一乙区。防震系数是0.23级。921后，台中市的防震区改成一甲区，防震系数是0.33级。所以说，这个地方的防震系数已经改变，防震区改变，教育部才要我们办理这个学校的补墙。各位知道了吧？那么校舍补墙之后，
校舍补强之后，是不是一定可以拿到建造执照？校舍补强之后，是不是一定可以拿到建造、拿到执照？许副局长，你知不知道？可不可以？有没有一定？还是要经过专业的。啊？还是要经过专业的。来，我们主秘副，我们主秘。是，报告议员。是不是一定可以拿到？拿到补照的部分不一定可以拿得到，因为以前的历史因素，哎、啊，对，不一定嘛，对不对？我们主秘呢，专门委员，这个还是要符合那个请照的那个规定才能够核发。哦，一定要请到拿到他的，好，好吧，好，局长，目前我们山海屯原台中市没有建造、没有使造的校舍补造进度如何？山海屯原台中市，你们现在都在做这种事，都不知道。我请来，我请邱副邱副局长，好，你了解是跟进度如何？跟议员报告，现在就是用山海屯中四个区哦分区来评估，那在海线的部分已经完成了评估，并且也编列了预算，编列了2.2亿元哦。那其他三个区现在评估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等这个评估报告完成审查之后，来来来，就可以来编列预算执行。来来来，你刚刚讲是山海屯海线的学校校舍已经补照的钱已经有编预算了，已经编预算了。是，那么我们其他的山屯区、中区、原台中市，这个补照的状况如何？进度如何？他的有不有建筑师来？有做评估，有做整体的评估，但是评估之后才会了解说未来要执行哪些工项。建筑师有不有？有啊，有，真的有吗？来，真的有吗？有，真的有。好，什么时候可以做好？我们预计在今年的7月底可以把评估做完。哦，只是评估还没编预算。对，评估完之后才看你要做什么项目，做无障碍，做消防。有，谁来评估的？交给外面的专业技术服务顾问。专业服务顾问是。那么这一个负不负责补照？补照就是我们会编列未来要改善的项目，也会包含补照。好了好了好了，是，谢谢，请坐吧。谢谢。我请问哈，两位副局长，没有建造的，没有建造实照，没有建造校舍先行动工补强，要不要处罚？要不要罚款？没有建造先行动工补强，要不要罚款？跟议员报告，在学校的修整建，不管是在新建、拆除、改建，都必须要依建筑法的相关规定来办。如果修建的话，要依照建筑法的第9条，就是如果你要修建的项目，不管你的载重、城墙、梁柱，如果超过原来的1/2，你不要跟我讲了那么多，要不要罚款？要看他有没有符合建筑法第9条，修建需要请领修建执照，如果需要请领修建执照，没有请领要罚款。要罚？要看他符不符合请照的规定。符不符合请照规定？有的不需要请照，有的需要请照，不一定、啊、要看每个个案不一样。那你先去补什么照？修建执照啊，修建执照。修建完了你要不要建照？修建执照就是一种执照啊，不错。建造是新建的时候要建造，拆除的时候要拆除，但是你说是改它的东西，补照啊，嘿，要建造啊，要补照，要补照，要补照吧，要补照。你给我讲一堆，就是他的工程。好了，那你没有建造，你先行补强，要不要罚款？要不要罚？如果没有执照的话，要罚款。要罚，要罚，要罚哈，要罚，罚多少？
刚才提了有大概会有三种情况，就是如果你没有修建就去动工的话，要罚你建造价的50%。另外，如果你需要勘验而没有勘验，要罚9000块。那如果说你没有死照，要去补请死照，也要罚款。啊，这个罚款，这一个罚款，谁付？现在来看，我们是会请那个学校来付这个钱。请学校付？是，我们没有特别编制，我们不能编罚款的预算。哦，你们不能编罚款的预算，然后这个钱要学校来付，那学校从哪里付？你刚才讲不能，你们的这一个预算不能缴罚款，钱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啊，谁付？你们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局长，有没有？有没有？杨演，这个情形其实不多，因为他要超过那个啊新造的建筑的50%的包括楼里面积或者他建物的50%以上才需要划。你们第二个如果划的话，打圈圈呐、学校有，你给我绕圈圈呐、这几年学校都有滚存基金。我帮你很简单就讲，分成这一个非公用跟公用的啊，非公用的也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的50%，30%-35%，公用的，公用的，签准的，1/1。来，1/1呀，1:35，1:35，啊，好大的官，好贱的名。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啊，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杨演，这个应该是建管的法令、不是教育局的法令啊，这个是建管的。哦，建管的法令，对呀、有没有去签准啊？缴1/1呀、1:35啊。我们老百姓要缴1/35，我们机关只要缴1/1，对不对？好大的官，好贱的民，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啊。有没有这回事？局长，杨演，我们要去签，这是中央的法规呢，还是地方定的？哦，这个我们要来。知道中央的法规定的，我都告诉你非公用、公共用，我都把你整合了一下。谢谢。我不懂啊，我很清楚的。局长，请坐吧。教育局是一个大局。局长，可能公文白天都看不完，还要带回家晚上加班看，对不对？请问我们教育局各位长官，公文晚上带回去看的请举手，公文晚上带回去看的请举手。不要怕，为什么？我都很清楚，你们真的很辛苦。公文快把放下，放下，公文看不完，白天要开会要干什么，应付一堆事，晚上公文都要带回家看。我请问，公文带回家看，有没有请家人帮你们看的？有没有？有没有请家人帮你们看公文的？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希望没有。我们本席手上啊
有一份公文，有一份公文，同一张公文，先要求变更为密件，同时又要求注销机密，同时又要求注销机密，开什么玩笑？公文说变就变啊，公文说变就变，有没有泄密？长官有没有现下属于伪造文书？来，我们把这个公文的这个打出来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教育部在104年2月4号发的公文，这一个公文是罪数件，这个机密等级是密件，解密时期是114年12月31号解密。我们再看第二张公文，再看第二张公文。好，这个是教育局发的公文，教育局在104年2月11号同样前面的公文，机密公文改成了什么普通公文办。原来教育部要求的是机密，机密不见了，机密不见了，变成什么泄密。来，第三张公文。好，第三张公文是104年3月20号我们教育局又发的一张公文，教育局又发了一张公文，要求什么？先变更为密件，前面的普通的又变成了密件，啊，同时在一张公文里面同时要求再注销机密文件啊。严局长，严局长，严局长，这个公文是不是你决行的？啊，我现在在了解哈，是不是你决行的？这个是有关于啊，这个决行的公文都搞不起。性平事件啦，如果说我们禁用的新进人员或者是怎么样，如果有性平的事件或性侵害的，我们要怎么样怎么处理？这个是教育部来的一个文啦，密件嘛。所以我现在在拿一个机密的文件嘛。这并没有指涉任何人，也没有指涉什么保密的事件。说这个是一个机密文件嘛，一个陈述而已。对，这是一件机密文件，教育部给你们的是一个机密文件，密件。哦，严局长，这是不是你决行的？没印象，没印象。哎，嗯。许副局长是不是你决行的？也不是。邱副局长。是不是你决行的？也不是。这一个邓祖密是不是你决行的？也不是。我们这个专门委员是不是你决行的？也不是。见鬼了，公文会长脚跑，公文会长脚跑到各个学校去。杨野，我你看这个上面的等级是写普通件，那你所谓变更是指他公文内部，这是教育部的。来来来来，我们再来一次公文，再来一次，看不懂啊，怪不得公文不会办啊。来，教育部发的是什么罪数件？104年2月4号发的罪数件，然后机密等级是密，然后解密时间是114年12月31号解密。好，翻过去，同样一件事情，教育局发的文。104年2月11号，这一个文，教育部的机密公文变成了一个普通公文，普通公文来办，然后机密不见了，保密期限也不见了。来，第三张公文，哦，同样一件事，然后教育局又要求前面的公文先变更为密件。在同时注销机密，三张公文连在一起，你们就看懂了。哎，
局长没有决心，副局长，两位副局长没有决心，这个是转化，专门委员没有决心。我还去研究一下，杨演说实在的，好了，这个我跟你讲，你们最后一件，来最后一个转化文是函转，各函转都不必你们学校都有都可以收得到，这个科长就可以决心了。来，局长，我要跟你请教，机密文件处理的 SOP 是什么？标准作业流程是什么？不知道，就了解，大概要贴这个密件哈，那每拆封一次就要在上面。不要再讲了，你讲得很闹鬼，讲得不对。好了，我们刚刚讲这两个公文啊，这一个公文有两个瑕疵，有两个瑕疵。刚才我讲104年。第一个瑕疵，104年2月4号教育部来文是罪数件机密，机密等级要到104年12月31日解密。市府教育局在104年2月11号以电子公文给各个学校，公文变成了什么？普通件，机密变成了没有了，不机密，啊。那么另外，我们在104年3月20号教育局又发了一个公文给各学校，要求将2月11号的发文改成现在先变更为机密文件，再同时注销。局长，我们机密文件处理的 SOP 作业流程是什么？我们长官没有按照 SOP 的作业流程，标准作业流程来做，然后泄密，杨远还是要查。承办科不是，当然是要了解哈。承办科的科长已经这是他原来的科长的任内了哈。好了，现在是督学。好了，我现在跟你讲第二个啦，我现在跟你讲第二个瑕疵，也很好玩。104年2月11号，教育局给各校的公文。主旨里面写什么？函转教育部，各校应确依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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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的公文档案，公文，教育部的公文当作附件传给了各个学校。但是在这个公文里面呢，说明栏里面又把2到5把教育部的公文再重新写一次，一字不漏的抄一遍。附件送过去了，然后再说明又再照抄一遍，这叫做什么？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多此一举。副市长，来，请坐。副市长，是。公文呐，代表一个机关对外的形象，代表这机关的素质，代表机关的精神。教育局长官核稿一路盖瞎子章，啊，一路盖瞎子章。本席送教育局一个字：擦。局长，攘外必先安内啊，攘外必先安内。看看你的团队，看看你的团队，我们在座的各位长官怎么样帮我们局长分劳解忧，是我今天请你们来的目的。谢谢。感谢大会主席，咱局长，咱副市长哈，咱议会同仁，还有我们的媒体记者小姐女士宪珍哈，大家午安。我想请教我们的局长，教育局长哈，104年的时候哈，给你那呢营养午餐哈，补助5元，总经费2亿。我想了解一下哈，这个从哪个项目支出？主席，还有谢谢苏议员，今年的部分104年哈，
如果我们用年度来算的话，是90、11、12、4个月，我们自用了1亿1000多万来作为孩子们啊营养午餐每一餐。从哪个部分支出？从我们学我们教育局，这个历年来啊，欠长内多了哈，春客的钱哈，那盖我表。正义的钱。为什么林市长说这是从我们的农业发展基金？那是明年，那是明年，明年的这个还可以再讨论，因为市长也是说暂定这样，但是明年呢要编在教育局、农业局或者是。啊，你们不就有钱就抓、啊？不是嘞，不是嘞，今年是因为时间吼、哦、较赶，比较紧急，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那明年当然是编入预算。反正你们就是基金通市库嘛，想要怎么用就怎么用，也不用让议会通过。这个基金过去都是被审查过的，只是它有剩余，过去呢花不完。可能要惩处，还要缴回，啊，那现在不是，现在说你有效率的使用，不要过度浪费，为了消耗预算而消耗预算，所以基本上，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对，我想再请问你一下，我们的非留存基金，它的来源从哪一个预算科目？这个我请会计师主任存的快速的回答，快速的回答就好，不用讲的那么的。是跟议员报告哈，我们的教育局地方教育基金非留存的部分呢，是历年的那个我们那个人事费的剩余下来的。好，人事费滚存，我们现在人事费还有多少钱？目前账户？目前我们的非留存基金包括103年度约4亿9000多。4亿9000多？是。正确吗？正确。非留存的部分，既然还有那么多的钱。我们学校一直都还在用代课老师，可以多请一些正式的老师来工作啊？为什么要扩大从代课这部分去找人呢？我想请局长，你回答一下你的想法。当然降低代课老师。是可以努力的方向，没有错。但是现在台湾各县市面临一个教师的一个很纠结的关系，就是说超老师你还是要让他有个适当的位置可以发挥他的教育专长，所以他也是我们本市县职的老师。可是如果你多聘了，相对的这些老师超越越多，我觉得是必要的。在这个部分呢，当然你有你们的考量，可是我很听到很多基层的一些老师都一直在讲老师不够用。当然在这部分，既然我们各方面都足够的条件，其实是可以考虑去用的。 我希望你好好回去检讨一下哈。谢谢。再来，我在这里我一直认为我也在这里歉意在我们非留存基金使用，我觉得我们要定个标准，要有一个原则。什么原则？不要说基金通市库，你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样子都不符合规定的。好，所以说本席建议跟苏野报告，去年光用非留存基金，我没有记错的话，用了多少？13亿。去年一整年就用了13亿。当然我们今天只用了1亿1000万，就是要你听我讲完。我是在这里建议，在这个部分我一直有跟我们的学校一些基层的主任校长老师去探讨研究他们的需求，总和一些了解你们目前的做法，归纳出来三个方向给你们去遵循。第一点，希望我们的非留存基金要用在我们的小型工程，让学校可以有弹性去使用。像刚才我们的杨议员所讲的，在学校发生像刚才那种惠文高中的紧急事情的时候，那个没有花很多的钱，学校就有那个能力去做一个先行的处理，
这个不需要经过我们的教育局，所以说他们需要有小型的工程款。再来，非留存基金超支并结算不得超过50万元，这很重要的。第三点，一定未来所有的动支要通过议会的监督，不是说基金通市库，你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我觉得从我们的林市长当市长到现在，把议会所有的议员啊都当成是我们的市政府的一局，把议会当成是什么。所以说我很期盼我们的局长在这部分一定要有这三个原则。再来，我要探讨我们目前在营养午餐的部分。当然这也是补助5块钱，我一直在讲，在我们的南投、彰化，甚至之前的苗栗，他们都已经是吃全餐都免费。苗栗是因为他的负债过多、财政的问题，最近有在做个检讨。台中市在我们的中部地区财政就是最好的直辖市，当然我们有这个能力，各方面条件都够，为什么不去实施营养午餐全部免费国中小？请局长你回答一下。这个没有排户的哈，这样好不好？苏爷，我简单我个人的观察了哈。台湾这几年教育在推哈，我觉得也不要把所有的责任哈放在学校，那学校也不应该取代家长的功能跟责任。对于这个家庭收入相当稳定，然后他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礼拜多少钱的一个午餐费用，把这个剩余没有排户这样的钱，我们国立县市都已经有了，多照顾弱势的孩子，当然这个排户可能会更好。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研究，而且家的不一样囡仔是可以承担得起的啦。你看苗栗现在不是说跟他负债的问题而已，就是这个午餐也是个问题。事实上你在看南投，你在看所以说慢慢都会取消。我们市长团队的意思就是说这部分是不可能的，不是不可能，我是说如果我们财政很充裕，我们不充裕吗？所以我们先用我们有钱去投资我们的民营企业，教育经费还是要善用，因为还很多的领域跟区块要来使用这笔。有钱投资民营企业，没钱提供营养午餐，有是有提供的啊。所以5块钱，还有水果一个礼拜6块。苗栗南投彰化吃全餐，林佳龙半颗蛋，太离谱呀！所以差太多了。这个，特别是教育的政策要对历史负责任，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只有哇，别的县市都没有负责任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都完全哇，全部23000个小朋友一餐，我们用42块来计算，乘以5周，再乘以22天，一餐42块乘以22天。然后再乘以四个月，反正你讲那么多，我觉得啊，都一直在掰，一直在想做林市长所交代下来的要做的事情而已，贯彻他的意志做事情。我觉得啊，在这种团队，让我们议会的议员感觉到非常的忧心害怕，我们的小朋友未来的主人翁，他的权益只值得这半颗蛋。你敢不知道这个荷包蛋现在还市面上卖多少？10块呢？我的你补助这个不如卖补助。我跟苏远报告好不好，我们寒暑假对弱势的孩子都还有安心餐券，我想这个议员都很清楚，这个是还有弱势的孩子不管
价钱怎么调，他们都不用缴任何一毛钱的营养午餐。所以呢，我们台中市的儿童就是二等协同啊。好，请坐。就是这样子的孩子，好，对，局长，请坐。不用营养午餐的费用，时间再跟你好好的探讨一下。好，请坐。好，谢谢苏议员。好，我再请问我们的文化局的局长。局长，请问一下，台中公园的鸟居，听说你执意现在目前也在推动，甚至在年底一定要完成，是不是？跟议员报告，对这个鸟居呢，是当然是我们的文字一部分了哈。那我们呢，现在在做调查，这不是一部分的问题，现在目前是。他这个已经倒了，代表威权时代的结束，你又把它竖起来，重新要来跟我们的林市长一样，重日拜日本天皇，那呢恭喜我绝对发动所有不满这部分的乡亲一定会去拆你的台抗争，我先告知你。好，请坐，因为没有很多的时间。好，再来让我们的张廖乃伦议员，好，谢谢。哎，大家好，教育局长，我想刚刚这个苏议员有点到重点哈，我想从这个林市长上任以来哦，种种的政策哈，真的是把议会当作这个议事局，就是你们市政府的其中一局哈，不管是你们一条龙，请问你经费通过了吗？你的教育补助一年30000块的经费追加通过了吗？通过了吗，局长？有还是没有？局回答。跟议员报告啊，现在还在。对啊，那你就在宣传了哎、欸。然后那也不叫宣传，就是先让家长们宣导跟宣传，幼儿园知道有个有什么不一样，有个准备，连这个广播电视都在讲的东西，宣传跟宣导有什么不一样？好，那再来这个营养午餐加了5块钱，我想你用非留存。好，那你也没有让议会这个真正的了解说你的钱从哪里来。我想你加了5块钱哦，可能只是跟台北市一样哦，调整这个涨价而已哦。你能加到什么样的比较好的菜色吗？那既然说你要加5块，用追加的方式。那就像苏议员讲的啦，不如以后编列本预算营养午餐全部都免钱，这样子我们明年度会编在预算。谢谢。再来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夜间开放校园开放，这个，请问一下，这个是您的意思还是市长的意思？当然是我们团队哈，大家思考台中市的一个市民的需求，还有校园可以提供的一个能量。跟该有尽的一个责任。对，那局长，我想请问一下，您先开放了，你先斩后奏，我想请问一下，你对校园做的补足，你对他们的这个开放之后做了什么样的这个动作？除了开放之外，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研判，第一个社区的需求性。第二个，我们让学校先从47所学校作为第一阶段，接下来该有的照明、安全监视器、警卫、人力、水电费，这个都是后面才做的嘛，对不对？那当初为什么不先把这些东西做好，你才开放学校呢？那如果未来造成治安上的疑虑，请问一下，是学校还要负责，还是你们教育局要负责？副市长，请问一下。主席，谢谢张廖议员的关心哦。因为这个校园开放是分阶段，那也就是相关的配套措施也会对啊，你配套措施你做了吗？你现在请学校提的，你都通过了吗？现在目前开放的是学校的条件是具足，那我后续的部分我听到的不是这个样子啊。后续的部分、啊，学校真的都这么同意吗？后续我跟您讲哈，是因为基本上。学校延长开放，过去我们都一直在建议，没有错。那为什么过去政府他可能还没有做，就是因为考量到学校的安全嘛，对不对？那我没有说你们延长开放是不好的，
但是你在延长开放之前，学校安全设备你们有先做好吗？你跟我给亚郎子来包转，你跟我给增加这个照明设施，有没有？现在目前就是正式要再核定给学校，那他们大概在接触。副市长，那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不要做完之后再开放呢？他现在是分阶段开放，这就是急救章啊，局长。对啊，你分阶段，你现在开放几个学校了？跟业报告47所学校。对，你这47所学校难道他都不需要补充照明设施吗？都已经到位了我们才开放。怎么可能？你现在还请学校提照明设施，还请他们提有需要的这个那个补助，那你有时候学校提的你们也不通过，那你现在就先把人家开放，那这个你不是先斩后奏是什么东西？就我们有吧，我们都有请邱护来帮我们做个这个专案，我请他来帮忙。就是给我一点点时间报告一下，我们做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配套弹性分阶段，配套的部分呢，47个学校是他的，我们有询问过，他现在可以立即开放的，有75个学校，他必须要有配套，他才能开放。所以我们有跟学校说，我们的经费到位之后，给你一个月的时间，等你施作完成了再开放。另外弹性的部分，如果你学校真的有困难，你专案报局是可以不要开放的。所以这些就是相关的配套。那分阶段就是第一阶段47个学校，他认为他没问题。第二阶段要，好，局长您请坐，然后再来这个认养毛小孩。这个政策又是您的政策还是市长的建议啊？这个我们教育局来提供这样的一个建议，嘿，那跟农业局互相。我觉得你们教育局真的是越来越不务正业哦，这个是什么样的这个想法？您说说看。我想主要是这个认养哈、代替购买，因为很多孩子把买了小狗哇，他们都好喜欢，那可能就弃养了。刚才杨毅也提到说，可能就养一段时间就把它弃养了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宠物大概是我们童年生活当中都很喜欢来养的一种对象。那这个东西从这个对的，从医学的角度，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从关怀一个生命。那么来共同来照顾，这个是整个学校的力量，那么共同的一个情感的汇聚。目前有几间学校有这个想法？七所学校，七所哪七所？我知道有中坑国小，还有大概我没有办法记那么多了哈、那这个都是自愿申请的，他们学校自己讨论过，条件也具足，那他们有一个一定的计划，那么条件都很成熟，那我们的配套措施。一定是跟动保处那边这个领养的我们才算数，那他一定是经过安检有植入晶片，那有各方面的都具足之后，然后一个学校认养几只啊？才做领养的动作。一个学校认养几只上线？基本上一只啦。那个我们是不是七手哪七手？ OK， 好，局长，我想哈，这个很多议员同仁对这一件这个认养毛小孩这件事情哦，非常有疑问哦。那我想，这个未来你要小孩子，就像刚刚刘世洲议员也有讲到，你要让他去这个体会尊重生命。我想这个东西应该是还是要交给比较专业的农业局来做这个动作。那学校，我觉得他如果要让小朋友尊重生命啊，那我觉得他有很多的管道跟方式。而不是用这个什么认养一只50000块，然后让小朋友借由此来这个认识跟尊重生命哦。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有点让人家觉得怪怪的哎。所以我觉得议员真的有意见真的是很有道理的哎。我刚刚本席提的这四个政策，不但没有。是，好，那我们谢谢这个局长，请坐哈。张亮来文、罗永珍议员、杨振中议员及苏博信议员的联合咨询。接下来的业务咨询由尤碧林议员来进行业务咨询啊，请开始。谢谢主席。大家好，66号尤碧林咨询。今天呢，因为时间不多。我想和我们教育局呢来做一个探讨，
那这个探讨呢，首先我想请问局长，因为我们县市合并了嘛，那县市合并以后呢，我们学校呢也大部分都该升职的也都升格了，那有国立的要改成我们市的也应该要有，所以我想请教我们局长，在我们台中市之内呢，属于国立高中职校要改制成我们市的有几所学校？主席好，谢谢有议员。国立的高中高职在台中市总共有17所啊，17所学校要改成我国立的，改成我们市立的。对，我们在努力。好，那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按照我们的时程跟进度的话，如果一切顺利，那么我们也得到我们可以支撑的一个经费，那么共赢了哈，中央跟地方都可以双赢的话，应该是在明年的8月1日。预计，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的话，沟通讨论的结果，也都能如我们台中市政府的承担的能量跟意愿的话，那因为我们要承担这一个部分呢，要很多很多的经费，是，尤其是要变成我们市改制成我们市的话，我们市政府的承担是相当的重，所以呢，会不会这样子的时间点太匆促了？所以我说只是一个预估了哈，像今天下午我就请许副座，是不是今天下午还是？哦，早上已经谈过了。哦，他在局里面就把高中高职的校长们大家来开始做研商跟讨论。好，那我们这个是高中，是国立的高中高职要改成我们改立我们市的。是。那我们原来我们台中市的有几所？高中在九所。有九所。环中有九所，哎，是。好，那我要请教我们局长啊，在这9所的高中之中，我们面积最小的是哪一所高中？好像有3所的面积稍微。哪3所？是不是中港是其中一所？就我了解，中港是其中一所了哈。还有长益高中，还有一个是不是西燕？还有一所是西燕，哎，西燕高中，哎。那个局长，因为你刚新来的啦，最小的一所高中就是我们的梧栖区的中港高中。那这个中港高中呢，它面积才29000多平方公尺，就等于说2公顷还不到。所以中港高中呢，这一所高中它是在民国82年8月的时候成立，那时候是成立国中。那因为那时候我是当镇长，所以当镇长的这个过程，和我们中港高中呢就持续看中港高中的成长。所以中港高中它是最近才改成高中，原来国中82年，一直到89年，它改成完全中学。那完全中学呢，到12月的时候呢，又改成高级中学。但是呢，在99年12月25号，我们正好县市合并。县市合并以后呢，它又改成由台中县改成台中市，台中市立中港高中。所以它一路的成长，在我们海线地区呢，这一所学校是大家所共同家长喜欢的一所学校。因为这一所学校呢，它在我们的这个整个海线地区呢，高中就只有清水高中，然后再来就是中港高中，那大甲高中是比较远，所以海线地区呢大家都喜欢中港高中。但是中港高中一部分国中一部分高中，它的校舍本来就不足，加上99年我们县长黄仲生县长，他很有用心呢，在我们中港高中，他争取那个专科教室，那黄县长呢就答应，所以陆续争取专科教室还有图书馆，那这两个地方又把我们的校地又占用了，所以整个中港高中几乎是学生都是满档的。那
我要请教局长有没有去过中港高中。哎呦，我去过，是。那你看他们的办公室在哪？我是到会议室就直接主持开会。那校友我大概绕了一圈了哈，也大概绕了一下。那么校长也做了一些介绍跟说明。你还没有到地下室去啊？地下室我去过。我们护士长有去啦。地下室我有去。潘护士长有去了。所以潘副市长去呢也了解到中港高中除了活动中心作为办公室以外，它的地下室也是办公室，那旁边又隔间学生上课，所以等于都集，它是一个很密集的一个教室地区，和老师一样，所以老师大家也都很委屈，那但是呢老师也都很尽责。所以今天我和局长探讨在到这里，主要就是我们常常提到说中港高中无立足之地，因为中港高中它的高中没有办法增加班级，所以我要请教我们局长，那这种状况这么多年来，那我们局长有没有什么有什么怕省啊？现在跟中港高中比较类似的情形，大概我们会走出一条比较一致性的，也比较符合现实跟理想的平衡的一个轨道了哈。大概讲说长艺啦、西燕也都在这个校地的问题的解决上都已经有初步的一个规划。那么中港也目前也在研拟，好，也在研拟。那大概。还要在我们护士长有主持这样一个专案。局长，我的建议啦，同近的就是咱中港高中的东侧体育馆的东侧有一块文高九的预定地啦。这一块预定地呢，那精修来啊做高中地，然后把中港高中移到文高九的用地这一块，那本身的国中就留在原校地。然后中间的体育馆就由中港高中整个一个完整的校区由我们中港高中来管理，那这样子的话学生也可以增加，我们中港高中现在学生不足啊，学生不就是班级不足啦，学生太多了，那我们可以增加科系啊，就譬如我们的外语系啊、观光啊、还有餐饮啊，这些都可以增加，学生可以增加。所以局长有没有去过那个综合体育馆？哦，我跟游演报告好，游演这个建议哦，也是我们考虑规划的方向之一啦，哈、哦，之一。我只能说跟议员做这样的报告，嘿，对。那现在还在研这个建议哈、哦，我是从县议员的时候就几乎每一次的质询我都有质询到，甚至于呢。提案呢也四五次的提案，但是当时的县政府答复都是没有经费，经费不足，那经费不足一直延到现在，延到现在也许我们市政府也是会答复经费不足，所以现在不赶快做，未来是几乎是不可能，因为现在的市价和早期征收的公告地价是差一大截，所以今天在这里就是在我们和我们局长来探讨这一块高中预定地是不是我们市政府在这一个这一两年之内规划进去作为我们高中中港高中的一个校舍。局长你看怎么样？游演我刚才跟游演报告过了啊，护士长很严肃很认真来看待这个一个方案，但是我说这是方案之一，好，那么已经有纳入考量，但是都发局教育局啊相关的，那么我们会再做最妥切的一个还有地政局，好，我们做局长麦特给大家啦，因为我们教育局是用地机关，关键都在教育局啦，教育局我们用的话都用啦，所以不用推到都发局啦，也不用推到地政局啦，就是我们本身教育局，我们自己教育局的用地需要，那就是要很明快的来做这个最好的决定，说需要这一块，相信我们是副市长他也会支持啦，
我们市长也会支持啊，尤其是我们中港还有一个非常的非常大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的高中呢，因为远从外地来的很多，而且呢我们中港高中的地点那里正好没有公车，那距离无锡就是台湾大道也比较远，所以学生几乎高中的学生都要租房子了。那租房子呢，我们也希望说高中这个文高九征收以后可以建校舍，所以这个宿舍除了校舍以外宿舍也可以建。那现在听局长对文高九没有什么很具体的要或不要，那我们是不是宿舍先 OK？ 好，谢谢刘毅的建议。宿舍要在中港，这个有时候中港高中里面一块小地方啊，这个在中港高中的东西，这个也是可以思考的方向了。我跟永远报告，我不是说不愿意承担，因为这个要或不要，这个都不是我画来的好啊，爱做会搞哦，啊无大议员讲讲的，啊结果做未到啊，这都唔是，这都唔好啊，吼、哦。最重要就是要钱呐、啊。哎，我们衡量过、啊。所以如果有心的话，我相信我们市政府都可以做得到了。所以校舍、宿舍，甚至于呢现在的中港高中，他最我们也是家长啦，大家所期待的就是他的记忆班、美术班。因为中港国中的美术班有一班美术班，这一班的美术班呢成绩都非常的好，但是国中毕业以后呢，家长就担心了，有的要到丰原，有的要到台中，甚至有的又要到嘉义要去读美术班，所以这一班的美术班也是我们家长们大家所期待说教育局能够思考让中港高中有一班的这个美术班的这个记忆班，没有错。有也这个校长有跟我做说明哈、啊，我要他讲好规划啊，提计划好。所以在我们中港高中这里呢，是相当迫切的需要美术班，所以在美术班要这个记忆班的美术班招生前，也希望说。在我们的现在是104年学年度8月1号的学年度，能不能规划说增设一班高中班，再增加一班？对，跟议员报告有，这跟校长都在讨论当中了哈。因为这个如果增加一班的话，我们的美术班呢，它可以这个记忆班可以来成立，这是家长。所期待也是学生大家对于安全问题不用跑到各地方那么远的地方就学，是家长们大家所期待的这一点，所以也希望我们教育局能够纳入这个不是考虑啦，就是一定要做的啊。谢谢局长，这样好不好？关心跟建议哈、好，那谢谢局长哈、好，局长请坐。好，谢谢。那另外呢，我也想要请教我们体育处啊，我们在综合体育馆，综合体育馆的东侧这里呢，有一个就是风雨操场，溜冰的风雨操场。那东侧的边坡呢是坏掉，那体育处呢有来整理好，但是整理好以后，因为它的坡度过大。所以呢在农民走路这一方面呢不方便，所以也希望说建议我们教育局体育处呢能够改善。但是呢我接到一张文，要改善呢一定要就是就等于说我们综合体育馆的周边设施，如果要改善的话要经过当地农民的同意，因为我们还没有征收。那这样子的情形要怎么办？请教市长，请教那个局长，我们没有征收哦，还没征收哦。那我们是要维护那个体育馆周边的这个设施，那要等到农民征收同意。
用会后我来跟你做报告，或者用书面资料，好不好？那请体育处长来跟游议员做一个完整的报告。嘿，律师用同意书了。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游碧玲议员的业务咨询。接下来由何明杰议员来进行业务咨询，时间十五分钟，请开始。谢谢。感谢咱的主席罗议员哈，啊，咱的副市长、各位主管、各位议会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啊，大家拢在问教育局哈，我就继续啦哈。啊，现在教育局的工课哈，足侪拢是陈年旧案啦，啊嘛，我都马上解决。啊，但是吼，我看局长来吼，我看你对这个课纲的时阵，那个表示立场的时阵，义正辞严吼，所以我感觉你应该嘛是真的晓得对啦吼。但是有真侪这个工课都来吼，像咱拄只阮董事讲的吼，做者建设案件都年代久远哦，啊，拢伊的时空背景啦吼。啊，我今物我就来讲一个，这嘛应该，这若要讲的，那袂输咧讲故事，我就简单啦吼。阮太平有一间叫做光荣国小。啊，这个光荣国小哈，伊本身的校地是个台糖租用，因为它是九二一震灾之后重建哈，用这个震灾条例去租用台糖地，那再来起的这个学校。啊，伊咧租的时阵哈，伫民国1993年哈，啊，我有去提案，要求这个光荣国小除了校地本身之外，在它的旁边就是邻近的土地哈，租了一块大概2公顷哈，这个。台糖地啊，这块地本来是这个屯区运营中心的预定地啦，吼。啊，因为屯区运营中心后来这个规划选址的时候来改变，吼，刷造。啊，那你刷造了这块地坑来荒废，所以我就要求讲，咱的学校要甲租起来。啊，甲租起来了吼，嘛无问题吼。到了2004年的时阵吼，我们当时的台中县政府的教育局吼，都同意来要求学校来承租，编列预算，一年88万9千元啦，吼。啊，租起来了，为1995年1月1日开始租。啊，伫这个1995、1996、1997年三个年度之间，吼，那迄当阵的交通旅游处，吼，迄当交通旅游处，吼，来出经费，吼，啊，来编列预算来做绿美化，然后学校，吼，当作一个外操场，然后个社区，吼，做这个民众休憩啦，吼，啊，运动的所在。啊，迄当阵。到1997年的时阵吼，啊，我嘛有召开一个协调会。这个协调会会议记录吼，我先简单念一个重点啦吼，伊的内容就是安尼啦吼。学校吼来编列租金，然后当这个承租的单位，然后交通旅游处吼来出这个建设经费，然后由他们就是主政单位，然后太平公所吼他们接管办理啦吼，这会议记录我也会当提供吼咱的教育局来参考。啊，所以这个真详细就是讲吼，这权责很清楚，就是教育局这边要求国小要编列预算。啊，但是我有看到一篇公文，就是伫今年吼，今年104年吼，在1月13日的时候，光荣国小出一篇公文吼，伊是讲。这里我们局端指示啦齁，领自105年起齁，不再考虑承租永隆段441地号啦齁。当然这是一个询问性的公文啦，但是我都要讲的会议记录这么清楚，咱就是负责租地啊，为什么咱的雄雄无什么前兆啊，就来讲要这个地外租，决定你要回答是要请你的主办的科来回答这个问题。不要紧，来，主办科可以回答。哦，主席跟议员报告，这部分是因为学校认为说他外面的那个设施的管理可能在权责上发生一些疑问，所以有这样子的公文。所以学校无法度管理啦，啊，伊一开始的三星当然是原因啦，就是有民众在那里受伤，啊，包括说吼，他有一些这类设备啦，吼，又一个篮筐派去，到即马半年找无人好修理啦，因为学校讲无钱嘛，啊，交通旅游处嘛无去啊。现在没有交通旅游处了，然后对我们帮他出对，然后公所他也觉得说这个权责不在他啦吼。啊，当然我底下刚刚讲这件公文我是真有意见，因为原来我们就是有协调会的会议记录，
哦，学校就是要哎，就是要去租地嘛，租起来你要什么来主政？即使我们不要租了，我们也应该要协调出一个单位，不管是建设局也好，还是现在的观光旅游局，还是公所，我们才来出这个公文。当然，这个公文哦，我还可以原谅一点点，就是讲它还是一个询问性的，不是讲我绝对不租啊，我是来问讲台长讲哦，若要换别人租会使哩无？但是我也是认为讲哦，局长，我觉得这个公文，我觉得有点唐突。有点仓促啦吼，我是感觉讲，咱应该协调好，才会当去做这个代志。啊，我即马呢先确定者，明年我们租金还会再继续编吗？还有在学校预算内，还是会编进去嘛吼。当然这是我基本的要求啦。在还没有其他的单位会可以接手跟台长协议签约之前，我建议我们那个租金都还是要编列，因为当这时也可以做这个所在，即马看起来是很奇怪，为什么会租用台糖地来做一个外操场，然后给社区来使用？当然，有些时空背景啦吼，迄块地当这时你若看到相片就知道，那个草都比人还要高，小学生经过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危险，我们才会这样做，吼。啊，但是当然好，我感觉讲你若继续租，啊，若要继续租吼，马上先解决问题啦吼。我更有意见的是，在今年的4月20号，4月22号，这个太平公所发了一张公文啦、啊、吼，啊，太平公所这份公文伊的内容吼，伊是讲，这个地吼，他奉市长核定啦、啊、吼，奉市长核定即日起由光荣国民小学执行该笔土地之地上物管理维护事宜。这份公文你有收到吧？有看到副本。看到副本，啊，你有什么想法跟看法吗？跟议员报告，因为收到这张公文，我们本来是想说我们要由局内主持一个协调会来跟公所还有民政局以及学校协调这个设施的管理的权责，但是还没有协调嘛。对，好好，我讲为什么对这特别有意见，我刚说的很清楚，科长你先请坐哈。我如果讲我做清楚的，就是讲学校租地吼、哦、啊，交通旅游处出钱吼、哦、来做主政单位公所来接管，而且这个会议记录是很明确，它是即日起接管维护。竟然公所会当发一张文，讲会请市长签好啊，然后这张公文发到教育局，副本给教育局说这个市长核定由光荣国小来主政。但是我可以在这里很斩钉截铁确定讲一个结论：如果这块地吼学校去主政管理维护，马上回去，因为你们学校一定没有这个经费，也没有这个人力，是不是？来，跟你讲的。啊，谢谢何爷。其实我知道何爷关这个问题，所以你也知道我有到现场去看，对，我在看光荣国小，也看刚才讲那块地。那很好，大家都意志都一致了哈。所以我们下午4:30，我们秘书长会召开一个协调会，所以下午4:30秘书长会召开这个会议嘛？是是，对。奥董，我马上跟你讲哈，为什么秘书长开这个会啦？我收到这一张公文的时候，不用做第二，免想第二件代志，我马上冲去市长办公室。我跟市长说，这种公文发出来，你要接受偌济人啊？那你会使用这个绿地的民众至少有5个里，5个里的民众不是只有几个里哦，是5个里。然后慈明高中也在旁边，光荣国小也在旁边，我们会给他整地绿美化，是为了保护这些小孩子底下没发生危险。竟然这件公文可以直接这样，没有经过大家的同意，没有开协调会，公所可以直接发出来。那我觉得局长，如果你没有立即反应，据理力争，我感觉你有问题。如果你据理力争争不到公道，我们来替你出面都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今天公文的时阵，我冇甲恁局的讲过，而且我冇有去甲市长讲这个事情，无论如何一定要解决。所以下午4:30，决定你是不是派上去？啊，主秘，派主秘去啦吼。主秘，我伫家的做确定，甲你讲这件事情。第一点，无论如何，这块土地一定要保留下来。你们那袂使你伫没有任何的征兆，伫黄仲生馆长的手内会当甲摕来做绿美化。在欧志强市长的手上，会当持续管理的户，一旦我们林佳龙市长就没有办法持续，那我觉得这个团队还有什么叫做信赖原则，还有什么叫做信赖保护原则？不要说对民众好了，咱家己机关对机关都没得信赖。所以，当然这件事情不是教育局的错，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要求教育局，包括我们下午要去开会的主秘。第一点，一定要把学校这块地保留下来。如果可以，
吼，我感觉也会使哩啦吼。当然就是学校来租这块地，同款，咱即摆会当请建设局，也是请观光旅游局来主政，然后请公所来维护。我想这是很简单，十年前可以做，没有道理十年后不能做。当然，如果我们教育局觉得说有更好的办法，那你跟这个一旦直接给做起来，一直接被管理维护，他很专业，那我也尊重。但是前提就是一定要继续让这些学生可以使用，让家长可以使用，让整个社区可以使用。刚才你那不做了，刚才一项啦，十年前会使做，今麦袂使做。过去管定会使做，今麦起定袂使做。我觉得这个不要说对民众。无得理解，对我嘛无得理解，对教育局来讲，我相信你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其他的单位可以片面就请市长签这种公文？我觉得除了解决，我还要再追究他的责任。来，请坐。好，谢谢。第二项，我嘛要来请教吼，赶快啦吼，是这个国小的代志吼，咱台中市有一间叫做车龙埔国民小学，这间小学吼有够抢手啦吼。啊，我要请教讲这间吼。过去每年啦、啊、吼，都大概有两三百人抽不到入学啦，幼儿要入学。今年不知道状况怎么样，请不请？好，跟议员报告，目前车龙埔在这一次招生入园之后，目前是招满180位，然后有4位是被取，只有4位是被取啦吼，所以代表咱今年是有改善。以前大概都还有2倍左右的人没有办法抽到。对，因为这阿里西安呢，改过这类问题。因为这一次我们有在太平的光荣国小再附设一班，多一班嘛。对，好、哦、啊，然后多一班就是他，因为他是在隔壁而已嘛，哈、哦、啊，所以他今年只有4位是被取的，对，所以是 OK 啦，哈、哦，比较没有问题。好，请坐。当然，我这类代志我已经积存第三年了啦，哈、哦，过去这件代志一直没改过啊，他不能解决他衍生的这个学校啦、交通的问题啦，哈、哦。然后衍生很多这个民众在抗议，因为那间学校在那个路很细条，很多外面的学生要进去读，然后当地的学生抽不到，所以今年这样子是有解决啊。不过我希望能做到的是说哈、哦，把它解决到地方上都没有声音呐、啊，好、哦、都没有声音，所以这类代志哈，学校方面还是请我们这个主办科这边再持续去这个注意这个事情。啊，但是哈、哦，我嘛听足侪人咧。讲学校一寡问题吼，我直接提出来吼，决定参考啦吼。除了这个抽签吼，我还听到这个包括家长会还是义工跟我反映，要抽签的时候，过去的往例都会请家长会长，然后请家长会派人到现场监抽。但是今年吼嘛是有通知啦，要抽进前3点钟才通知啦。我觉得这个太不尊重地方吧。人至少家庭会义工嘛是家己出钱出来的呀。哦，所以觉得这个问题你不用回答，我只是举例，它不止这个问题。光这几个学校各几个行列要去注意吼，我接到很多民众来陈情，第一个，他的你这个学校迄个厨房噪音过大，然后树木太大棵都没有整理，然后这个社区要使用的时候，常常跟学校会有争执。当然这个民众是片面来跟我说这些问题啦吼，但是我相信讲，你干那一个来讲，咱想讲可能是地方的问题。但是已经足侪人讲，所以我感觉这间学校这个问题上大已经解决啦。其他这些小问题，是不是请教育局长你这个请人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学校是不是主管不搞？哦，用树木修剪做不好。以前我记得整个台中市的树木修剪的问题已经讨论过很多年，后来现在比较没问题了。为什么这个学校还有？哦，所以请个丁永利等于研究这个代志哈。啊、我相信讲台中市吼，台中市有像这抢手的学校就少的啦吼。抢手代表他办得很好，这个我们要肯定。但是太过抢手吼，造成很多后续的问题。我今麦各个局长提醒，这个学校它不只是学生入学太多，它有很多周边的设备。然后像去年我帮他解决了这个电力不足的问题，电力不足其实还蛮危险的啊。但是要处理这类问题，这间学校好，我感觉就是他人数很多，教学成果很好，但是教学成果很好代表他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不够，所以请他教育局这边下去了解，然后不足的东西我们帮忙，尽量给他帮忙。好、哦，来，安尼我以上的就顺到这。好。啊，谢谢我们何明杰议员的优咨询。那我们今天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的业务咨询就到此结束。那明天
早上9:30啊准时开始。好，谢谢，谢谢各位啊，我们的这个主管，还有谢谢各位媒体记者，谢谢各位议员。好，散会。